物件伫遐，爱来搬动的。他要试着走出去，可是问他说他现在在哪里，他都不知道。哦。他从早上七点多就来我这里坐了大概二十分钟，然后进去里面买东西买了两个小时，后来走出来又到我旁边坐。哦。我刚才有看到儿子还在对面，差不多半个小时以前啊。是哦。有家里的电话吗？我袂记哩。你袂记哩哦？啊，你叫做啥？你叫做啥物名？我记啦，无，我记啦。无啦，我替你，我帮你联络你家人啦。哎呀，阿妈，你几年厝诶？你几年厝诶？八啊你啊你几你几年住啊？我袂记。啊，你袂记哩啊？啊，你叫做啥？你啥物名？你甲我讲一下啦。哎呀。阿姨，你跟我讲你的名字啦，你要跟我讲啦。我们来帮忙你的啊，不然的话哦，怕你。你家人会找不到你嘞，会紧张哎，会啦，你在这边坐那么久了，他们会紧张啦，会找不到你啊。有证件不？拢无吗？身份证出来无？阿伯，健保卡。有无？嘿呀嘿呀，我看买一个好不好？嘿呀，这样比较快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来，身份证，嘿，丢。先借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也好了。这样开的，好飞。好啦，好。哇，好啦，好，借我看一下哈。哎，啊，你住边啊你啊？然后他后来有带证件啦，他就住在那个过桥而已啊。阿姨，你要登记啊不？我再登记啊不？还谢伊啊。对啊，还是